咱嘛是照常为二三十年以来修行修到这么好，对社会嘛是热烈在咧贡献啊。
咱就因为报纸刊，因为人批评，因为人讲，啊，大家无了解，咱就无做，无啦。咱赶快足认真伫咧做，这是咱爱认识的讲，一贯都伊也有遮尔啊侪人咧信仰，一贯都伫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哪有遐侪人认同？哦，那一般社会讲来讲信徒哪会遐多？只要伊拢是一贯都有内涵、有好处，大家在咧信。不过在座各位道亲，咱爱知影吼，咱一贯都已经到76年。就是讲，从政府立案了后，那么咱就对幕后走向幕前。这时候，若敢讲食菜，若敢讲修行，爱讲较小声淡薄。咱若去无所习惯的所在食饭，啊，若要共买一饭买一菜，啊，讲啊，你怎安尼食？无啦，我食菜啊，甲食菜无啥共款。食菜啊较细，啊食菜较大，你知无？吼，啊，即摆咱拢讲食菜。啊，较早人去做兵，也是去创啥？去倒位参加活动，讲你信啥？无啦，我都信佛教。啊，上古早讲嘛是信道教，因为咱古早是咱李世民经过上尊严大德啊，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吼、哦，也未改变以前咱就挖过一层道教。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啊，咱讲是道教，其实代拢毋是，咱嘛做一贯道。啊，咱今仔为无情，正向无后，正向无情，就向头前来推演，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工作。希望讲透过这个录音带，希望透过咱这个工作，互咱个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你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你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有好处哦。上简单的一条路，上简单的一个速度，就是讲咱家己来做也好。咱家己家己修也好，咱家己甲趣味做掉，安尼甲斗啊好来，安尼吼，安尼就一贯都咧推动着紧啦。各位，赞助的人，各位恁有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可能你的趣味做掉，拢有一贯都的地主，有一贯都的道亲。安尼若听到道亲，看到道亲讲，哎呦，这个人都袂歹，有影人有信仰吼，修养袂歹。啊，你若一尴尬，唔甲人做到烧麻弯刀两截吼。伊讲啊，我看迄刀吼，你讲什么一贯吼，一贯刀吼，我看是差不多啦，无偌多啦，但我也办参商啦，人我无信别行，也无咧创啥，也无咧食菜吼，我使用也无比伊较差，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一个误解吼，因为刀是真忠哥，刀是真智性的，不过个人的使用吼，也个有差别，所以我希望咯，咱的道心拢在做。哦，一定要安那，家己本身修啊好，啊，再甲厝边做掉吼，啊下会来，安尼这个道啊，才有法度为咱为无后正向无情的这个当下，人才会甲咱成立。所以咱三宝传下来，对咱讲这个合同安尼好啊，这个合同好在，或者圆满啊，或者大众合适，咱安尼嘛合适吧。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那，伊个圆融包容。咱若要宽容甲包容，那就一贯都要安那向无后向无前，对无后向无前去推动，这是足要紧的。所以咱今仔出门，咱要谨记在心。哦，尤其咱若穿这书衫吼，足新奇的，足奇怪，人会拢甲你问讲，啊你是保险公司的哟？啊你是不是保险公司的？讲我唔是咧，我讲做个上天的保险公司啦。上天的保险公司，你知道？因为咱求道有什么好处？求道的好处就是讲，会超生了死的道在底下人嘛，这咱大家拢知啊。会让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会让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完成灵魂解脱，或者超生了死。啊，会让咱的这个在世的灾劫灾难，会当透过咱的信仰、咱的精神老母娘、咱的观尊弥勒佛、咱的真侪咱有敬仰的神，甲咱庇佑、甲咱化解。啊，透过安尼，咱若无做好，哇，啊就麻烦啦。哦，所以这个，咱人间唔知影，啊，咱大家爱来推动，为咱家己做好，想要紧。所以对人间的误解也好，政府的改进也好，这几年来，咱大家拢对于预热预热做。那个是变的，是讲咱最近是啊，最近拢是日日经文啊，日日经文就是讲点点啊来做。过去咱啊
有去高利益，有去养老院，有去社会公益团队，咱也去捐钱，嘛唔敢写一捐单。安怎你知影无？真惊你啊啦！我嘛唔敢啊，这是我嘛唔敢，我嘛写我的名，写公司的名，我嘛唔敢写一捐单单收名，干啥好大怎么写安尼？安尼良心就来抓去啦！但是政府改变了，咱社会转变，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公开活动做了足多工作，所以在座各位，咱诚心的捐献啊，咱也有伫社会做公益事业，一定爱担着一贯道总会，一贯道总会，代表我们的团体，代表我们的大，代表咱的多，代表咱的团队，安尼才好做，真正立立根根啊，依据个啥，才好做整体性的观念，整体性的推动。那么，就会当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是一个伊再来做开头。但是各位唔通袂记得讲，只是咱的尊严，是咱的尊严代表啊，非常的辛苦，从咱时阵所有的代表，为代表啊，为代表依据个来台湾办歌，非常的辛酸苦涩，血汗换来的资金，咱爱来珍惜。啊，哪讲爱来珍惜呢？咱也无珍惜，社会人无甲咱认同，啊，咱的家庭无甲咱认同，咱的修道无人甲咱认同。各位，安尼做修这道啊，唔是一贯道，或者咱台语讲啊，叫高窟道啦。高窟道恁知无？修甲高窟高窟，啊，无亲情，啊，无朋友，吼，遐无厝边，也无隔壁，啊，五十六十亲情，八十九十岁拢无啊，剩咱家一个安尼的时阵吼。那这就很麻烦了，哦，就真麻烦。咱一贯都是一个心宽容、心包容的宗教信仰，哦，希望讲咱安家来用心对咱时尊时落的代表，用心对咱前人的辛苦的迄个结晶，安尼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好的，人会尊重；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赞的，人会甲咱认同。啊，那么，安家咱好好来来珍惜，这是最要紧。那么再来。就是讲，虽然咱是公开，虽然咱是已经伫社会啊，有淡薄啊，这个或者名望啊。尤其最近咱的道场啊，一直听到咱政府的首长种种来甲咱活动啊，哇，感觉名声真好。不过社会人士对一贯都的宗旨，甲伊活动内容，甲伊传发的内涵，也是一知半解。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吼、哦，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伊讲哈，一贯道听说过，捌听过，啊，伊是咧创啥？我有当时啊，咱嘛才临时吼，常常说唔知要安怎甲伊讲咧，讲一贯道是安怎？常常要甲讲就讲一贯道是安怎吼？啊，照咱一贯道的宗旨安尼甲伊嘛，甲伊念互伊听，啊，敬天地，母神灵，呵，感受无，念了后听伊讲，怪怪啊，你来信个啥？啥物啊？啥物啊？对，知识化，吼，阶级化，啊，就是在希望讲今仔日借这个机会，啊，借这个感受，借这个录音啊，会当安啦，会当来讲讲咱一贯道的内涵是啥？讲讲咱一贯道伫社会活动经营是啥？讲讲咱一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好，那么师兄就阿要来甲咱讲来讲一贯道的名称。一贯道名称按倒来，一贯道名称啊按两条线索来，两条线索。对文化传承来讲，文化传承来讲的话，伊是按孔子。甲颜回啊，颜夫子一个对话来，有一间孔夫子叫颜渊来啊，伊讲，这个我都一以贯之，啊，这句话历史都真出名，啊，思想互咱一贯道弟子啊，提出要讲的讲，一贯道就是我都一以贯之，但是这个是伫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伫传统的传承内底啊，伊要淡薄啊缺失。可是有所在联动，这几千年来，不是一贯都一直传来，是伫十六代祖才传来，就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啊，还是有缺失。所以，有一代
伫个一个宿主啊，专门做政务班的，就这个漳州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都地主来到我民主宿主这个条目啊，就提供我都一年关注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刁民都十四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就一贯都诶这个信徒地主太啷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有一丝感觉。啊，这句话是不是有成立？可以，如果后来都叫报告啊，讲就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承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好去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的意图要来，哦，意图要传承，就是为十五大作，啊，清末明初。哦，咱诶，迄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咱诶十五大作王学义啊，咱一贯都传承内底十五大作。十五代祖师王泽义，目前伫学界学界啊，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地藏，没有著作书本呐、啊，没有书本经典流世。唯一有做地藏近代有关咱一贯的经册啊，就是十五代祖师王泽义，伊将有著理所学界入门雅律。啊，就名人律，啊，佫有一管判员，啊，谭金禄，多书四十八份，做种种些编辑，和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有研究宗教的学者，那讲王学义讲理事和解是必须的，伊讲一贯道啊，有真多理论会在伫这个所在徛的脚卡啦，故意讲叫做站得住脚。那么在一贯探员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宏三杰一贯。吴太皇三旗一贯，所以连啊这一贯的，他就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阶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阶一贯，就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哦，咱的佛堂设备对吧？咱的路灯或者路烛灯，咱的那边那边花灯或者啥，或者太极灯对吧？哦，咱的这边是花灯，或者去个抢天的灯，啊，其实咱唔是要抢天，或者皇帝皇旗是皇帝的皇才对哈、哦。如果您以前有讲抢天，都是讲唔对的，要改正，要改正。那么吴太皇三杰就是吴杰、太杰、皇杰，啊，改串这几会，串这几会或者一管。就是讲，咱这个道是安怎来？为天，为宇宙、宇宙一路来到人世间呢？这个一条金线贯穿落，安怎就一贯道？按安怎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哦，安尼社会啊，那要咱要到社会人士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爱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上，那无极就是讲无极立天，啊，无极立天，所以讲无形无相无声无头的所在。啊，那气天就是讲咱看得到这个看得到这气象界，哦，看得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东西。啊，风极的风极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叫做皇极、皇极，啊，皇极就是幽形幽象。那么为吴极、太极、皇极，
会当来做成功三绝一觉，啊，理天、气天、象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咱的本性吼，来自理天无绝，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临时看法，一个三宝了，伫这个方式来修持，会当安那，会当欢喜入理，欢喜把这个气定呐，把咱这个所感染到的气质这个物件拢给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位，或者离天的世界，这是按这来做解释。那么以贯道的理想来讲，以贯道的理想来讲，咱是叫做天人合一，哦，如太皇三个一贯啊，讲起来就叫做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若有思考有想，咱即卖贯道的精神啊，你家己了解，啊，咱家己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哦，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如太皇三劫无劫一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啥灵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尽赞。对不，咱哪来？尤其来这个啊，这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哪位的全名、全含含名就是灵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尽赞。这就是咱一贯道理讲的哪位，伊含义不假。所以无极开始啊，这灵明上帝啊，安尼咱甘心或者哪位？我这老母啊，我拢今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啊，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到妈妈的巴肚来十个月，哦，咱爸爸来巴肚来十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啊，你做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吼，哦，所以因离婚啊种种吼，啊，甲大汉甲细汉哦，妈妈话骨碌的安尼，所以因的相对啊都是。因为上帝啊，这天父哈，啊，咱的上帝啊，都是老母，啊，是讲的啦，啊，是讲的哈，啊，所以真心说的代志哈，真心说，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啊，我们的上帝啊，叫老母，啊，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你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哈，啊，恁不拜无？你是伫佛堂求了都拜，恁以前不拜无？我讲以前不拜哦，唔得啦，拜咁拜，安那拜？啊，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啊，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吼，拜甲拢唔知乌地拜，乌地拜安那拜？你知无？因为咱记住啊，咱中国社会啊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讲天主。啊，所以伫个咱的四书内底讲，斋戒沐浴可以啊，属上帝，会当拜上帝。啊，你知影孔子以前是做大官，你知影无？伊啊对皇帝去拜上帝啊，会当有影斋戒沐浴，人间袂当拜，人间拜吼，哎呀，要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吼，咱的皇帝叫啥？天主。啊，天主拜上帝。啊，你嘛才敬拜天地啊呢？是拜上帝，啊，你嘛才敬拜天地啊呢？啊，咱是天主的子民哦，咱敬天神的。
咱不先锋的，啊，重新带军工就对啊。我们这样这理论是对的，合理的啊。你慢慢啊，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老的所在啊。先锋，对啊。老家老家，咱就在拜老母；老家老家，咱就在拜上帝。咱等于拜个唔知，啊，拜天公，对不对？啊，大家拢拜天公、上帝、王、大天尊。那合理啦，那是自尊的、自尊的尊神嘛。啊，那理论的尊神哦，绝对是上帝这一尊的嘛。一见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尊神为老母开始。那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庙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进去？来讲讲伊啊，电视镜头头前的这解决啊。咱伫庙做，咱大家拢认识啦。啊，贪嗔痴爱啊，就是怎啊文明社会啊，什么唔是对咱的？什么唔是予咱简单呢？放不开。那么你要安那办？你要安那离开？你要安那什么种啊？你拢要透过办法的梳理，要透过修持的功夫，要透过一段时间的对号对应，安尼你唔只有法度真真正正讲，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啊，来海干那都挂吧，啊，不困不着，不调子啊，啊，都食足好，啊，唔过心地正善良。修养修正良啊，修行修正好啊，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啊，古早的大佛大师啊，你是度人救世同款。虽然咱是前世当差别无剃头无剪无剪起来都再好安尼样。啊，什么拢同款，什么心地拢同款，这就是一贯道行入人世间菩萨啊，就完成咱所有的种种的菩萨，你包括的种种的，那么种种是。诸神的形式，那么今天你透过这个镜头，那么介绍到伊个内涵是啥？为什么咱要用这尊？传统的佛家，你个和尚不是这尊，所以你个和尚是非常的庄严。在咱普通佛教，伊个和尚是一件感觉。但是咱要用这尊，这是不是咱选择的？不是咱一贯道来选择出来。你这间伫宋朝以后一段时间，就拢用这尊代表。啊，就是在有阿妹一代啦，讲到这个口德一贯道去三里，也咱们就多做这个事情，不能再讲啥。你就是那用这个和尚来修的，你这间就是讲以后我地主爱请我安尼来修，以后要做我地主的人，你就爱请我安尼，请我安那看我，看我，看我这尊像，你就知影我安那修。你看释迦牟尼，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头毛爱何遮做修，爱苦修，爱无无到三界，你大家去拢看现现。哦，爱怎啊点点做？哦，爱修行，爱头毛，啊，咱每日去唔是哦，无头毛，哦，啊笑笑笑，啊，你看伊领衫是毋是无钱通通买去买开布救济去？啊，你洗衫袋连救济也穿袂落安尼，唔是救济的啦，这阵和尚吼。头啊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你修行同款爱无烦恼，爱修到什么程度？爱修啊无烦恼。这古早人讲，这头毛这三千烦恼死啦。伊讲你看我，你看我无烦恼，你甲看。啊，你去做我的地主，哪会使烦恼？安得无？各位安知无？安尼我看，请人家做事的人去请着剃头师傅来，等下拢爱剃头。我讲足奇怪，你知影吼？足奇怪吼！咱释迦迄个和尚无剃头，你知无？无剃分的，啊，因个地主拢剃头。啊，咱每个祖师无头毛，咱是个地主拢留海干啦。你们都拢识到一点头干，足奇怪。啊，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和尚和尚就互咱开悟嘛，对无？啊，所以希望讲咱啊知影，啊，再来，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哦，高阶智者，这是一世人实在无三十个，三十个人啊，实在无三十个朋友，这是砖头哦，一世人若无出这个砖头哦，实在无三十个朋友。即卖吼，一个月交新朋友交三四十个，一世人吼实在几落千个，诶，这个人数，你看，你能做？咱秘书长甲人讲话嘛，一定爱笑。伊讲你要修道，要进门，要甲人智者爱笑。爱满面笑容，
啊，人要无烦恼，要有笑容啊，安怎？爱心胸坦白。所以，灌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心胸坦白，还佫无够，你知无？爱佫安怎？爱佫度量宽大。伊讲，你看我达到拢看会到，好无？即还佫度度，佫提提，心胸大，坦白，度量大。哦，啊，度量大，爱佫安怎？爱佫会晓用。有敲卡无？你看有敲卡无？有啦，那也没有，敲一卡卡那也没有，那就是连敲一卡卡都没有。哦，一卡敲卡，啊一卡反对，这什么意思？你知无？行也爱修，用也爱用啦，唔通个个无用啦。啊，你有注意无？这敲卡爱挂佛珠，啊个提宝袋，你有看到无？提佛珠什么意思？挂宝袋什么意思？行爱修，钱也爱赚啦。你听啊，你知无？咱一贯道的地主，咱嘛家己赚、家己吃、啊家己做，啊先讲遐人讲吃家己添有利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一贯道之所以用清净，就是因咱拢虚心奉献啊。这大社会，咱是咱直接讲，咱有钱家己吃饭家己，啊去做别人的工作啊。哦，去去到处工作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你来看讲，伊这个咱的弥勒佛的佛像，安尼一路来，互咱感觉到是啥？无烦恼。真笑容，心灵坦白，度量宽大，吼、哦，人感觉真用。不过，刀嘛要收，钱嘛要赚，对不？哎呦，对，甲咱现实即个，咱做业地主，拢相像就对啦，完全同款。只要你天人合一，你着做出来人世间实现，就是一路对科技、对社会无代价，同款伫即个社会伫咧斗争。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但是你都爱修，你才会当小心了事。所以，咱这些企业家嘛，哦，大家嘛，就大家拢知影，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点传师，你拢大家拢知，但过这些也聊不完啦。哦，这是个代表性企业家，用武用人物用去的当时长，啊、哦，姚伟明姚当时长嘛是咱的点传师啊，这种大企业啊。啊！因那会听师兄讲起，就是伊对一贯道的内涵不了解，所以各位祖师来，啊，就黄河师尊，咱讲话对老师，啊，有如来菩萨，这是天的部分，啊，天的部分才教予人，教予咱师尊师父，哦，啊，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咱讲啊，咱咧拜拜，咱会拜遐多，哦，咱有拜阴灵上帝，啊，有拜咱的黄河师尊如来菩萨，有拜咱的师尊师父，有拜咱的祖地祖先。这就是一贯道啊！哎，对天、对人、对祖先尊敬的所在。那么安尼，咱按照天啊，专门人，所以咱的师尊师父来传道。师尊师父一个人未当传全世界，只好真人来代表来传道，好，咱的点传师来代表来传道，这是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那么按照天人合一的理想，为五太极啊，五太行三极一贯的理念来。由人来这人世间修善道，来这人世间外练，来这是人世间得到了，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安那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安尼登去无极里天，或者三界一贯。啊，这也是人世间吼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土的时间。但是各位，咱今仔来真正有法度，甲你个祖师的心法体下的话。那么，咱也无烦恼啊，逐天笑笑笑，哦，心胸也坦着坦着啊，啊，度量也足大足大诶，啊，搁赚有钱，啊，搁有修行，你看这人世间怎着搁去倒位超生了死？我看大家拢挂袂歹哦，敢是安尼？对无？哦，这人世间老亲像咱每个做出这个非常的理想，我看吼、哦，大家拢挂袂歹啦。哦、所以各位，这个人间净土的实现，是咱一贯道办到啊最大的内涵，对不对？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的。那么，介绍这个一贯道人生的内涵以外，就要再给咱报告的事情，就是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伊个组织运作是公开，不过到目前为止，咱传授三宝的心法。也都是人啊，也都是集团，也都是集团。所以，有看到咱这个录音带的真贤代表，啊、哦，有咱家做工作的这个真贤，你的亲戚朋友，但是你家己
那也未求过多，啊，也未过来即道场参加咱个活动的人，应该多鼓励伊来求道，多鼓励伊来敬道，多鼓励伊来第三步来理解，哦，来理解讲即个一贯道伊传法的内涵是安怎，因为即个叫规矩，即个叫佛规，即个叫真理，即也未当无讲即阵到电视甲你讲讲个。你看到电视讲讲的，你会想到未？如果到电视看到的，第三步哪有效？安尼看电视哪咧煮饺无？会富婆呢吼，哪咧煮菜吼？我看咱做来嘛会食呀。所以吼，伫电视看到的，都伫录影带看到的，传道的方式，就是即个三步甲你讲。你若无得着老师师尊师母心法的传授，安尼同款无效，就等于讲伫电视看到炒菜袂食的同款。所以希望讲，咱透过这个介绍，互咱大家理解讲一贯道是啥物货。如果你要了解一贯道，你应该来求道。有你的亲戚朋友，若咧鼓励讲啊，某人啊，我带你来拜拜，你就甲问讲啊，要拜啥？伊若讲求一贯道，求第三步，你吼半年半空课当的，你就要参与去啦，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超生了死的机会，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这是一个神仙成为天公了愿的机会，千万哦，唔通去丢毒忧于不管，这失去了真大个机会。啊，所以以传道三宝心法，就是得到观觉印，观觉印啊，甲你指点有真侪好处啊。啊，拄则都讲啊，讲为内在心灵的解脱，只要你得到道了，你会足着执着。你足多物件，你足多想法，你拢会袂固执，会放弃。啊，这放弃，佫唔是讲放弃事业、家庭，佫对家庭会佫较照顾，事业会佫较认真。唔过你心理吼，会真健全。这就是一贯道传法的过程，互咱得到三宝的好处。各位，咱人若要爬落楼梯啊，上要紧的爱有啥？爱有啥？咱人若安尼楼梯出落上要紧的，你会去啥？或者气气啦？对不？起心动念，哎呦，摸一个什么物件，啊，你摸会着吼？哎呦，家财无搬了。啊，咱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什么情急？我请问咱各位，情急就是讲出代志，赶紧来找人来帮忙；出代志，赶紧来找人安怎？各位拢袂赴啊！平常时呐，唔烧香，临时抱卡，拢无效。临时呐，无甲人交陪，讲你做什么工作，我看也无法度。所以。求道，伊就是亲像讲咱人生的方向内底一个指示，而咱人生方向就指标，而咱心灵解脱的一个重点。所以观觉印啊，指引着咱灵魂的思索，指引咱修道的方针，指引咱皈依佛，咱弥勒佛的宗旨。而咱传法内底有传五字真经，这五字真经啊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若有得到讲到头就知影，无得到想到头甲破去嘛，唔知。哦，你若无爱想，我写下恁看来。这里你带咯，较大声诶。这里你带咯。啊，这里诶。啊，这两里你带咯。啊，遐挤。啊，这个无理真经啊，所以一贯都传就是传无理真经啊。啊，是不是有理无理？你来求道才会知，你无来求，即世人唔知。我无骗你，哦，你若无来求道，即世人要了解这五理哦，日本来讲马达马达啦，有较恶淡薄啦。但是你若有求道，这五理绝对知，100%知。啊，这五理是啥物意思？足简单嘞。就简单，咱中国人吼，你讲上大的吼，大你知无？上大的皇帝，啊皇帝因老爸安怎讲？或者太上皇嘛，啊皇帝因老母话做啥？太后嘛，啊皇帝因囝做啥？太子嘛，对不？啊所以你甲这五字甲斗起来，安尼来拍号做无上伟大的佛弥勒，无上伟大的佛弥勒。但是这个传法过程内底啊，咱要怎样讲？得到这个心法，咱就得到代志归依处，咱会当从此归依弥勒佛。哦，无经过咱伫佛堂发心发愿，咱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得到
祖师的业受解脱，或者将来超生了世。啊，在世呢，会当度人来求道，甘愿就去结缘，或者功德无量。像讲你今仔日来求道了，啊，你顿时赶紧带你的朋友亲戚，你甲这个好处讲予伊听，啊，带来甲咱的弥勒祖师结缘，安尼嘛是功德无量。第三，透过咱的总会组织，透过咱对政府和咱的认同，帮人社会福利，这国家人讲叫做布施，布施嘛功德无量。啊，就这拢甲加加起来，就这拢甲加加起来，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你的元神会当超生了世。假装咱来加加起来，这功德无量，你会当安那成仙成佛都有够。最后，这一贯道啊，一团法啦，最重要的核心呢、啊，也是伫个三宝，也是伫个这个功能，或者灵魂超生了世，成仙做佛，在生布施修行，啊，这终将该终做一回事，或者人间净土实现。主要就是讲，咱今仔日对一贯道团道内涵的好处，啊，咱来解啊，来来讲。啊，求道有啥物条件？无啥物条件，求道十条大愿。哦，伫咱的佛经十条大愿，即个叫立愿，唔是叫咒大。哦，或者十条大愿，这十条大愿就是讲你从今以后，你好好来修道，你好好来帮忙人，安尼尔。无什么什么经营讲，我一定爱安怎安怎，爱抛妻离子，爱放下家庭，爱放下事业，绝对无。免惊，你来来，明仔载照食，明仔载照做。啊，恁这样赶快叫你爸爸，吼、哦，不要紧。哦，哎，拢不要紧的，迄拢无代志的。啊，十条台湾你就只会当传法。啊，那无你人钱吼，贴在人顶端，对不起，你绝对无机会好求道，绝对没机会求道，这是一定的。以往咱讲伊，爱怎样了解吼、哦，这是传法啦，一个规矩。啊，讲天律，律法啦是袂当改变的吼、哦。那么一贯道，你来求道，除了十条台湾以外。就是有一个要求，讲身家清德、品行端正，如此第一样尔。哦，啊，有一个功德费啊，功德费就是讲，出一丝仔钱啊来应善主，来帮忙人，许个头一摆功德费，第二摆就无了，唔免了。这就是求道入门的条件。那么一贯道温馨，互相称呼或者道亲，哦，这道亲啊，对相称呼或者敬贤对。后面留学生哦，或者先生小姐哦，安尼称呼，啊，咱哦无像道家讲，对着讲啊，陈道长哦，咱哦道家或者道长，啊，咱也无讲或者道友，有足侪无了解一贯道的人，对着讲啊，原来咱也是道友。哦，啊，我心肝内拢想讲，迄死道友唔免去见道啊，喏，迄个迄道友，我听到就足快咧。哦，迄个叫做道亲啦。所以咱老听着讲啊，这嘛是阮的道亲，阮的亲缘，这大上啊，拢是一贯道的亲缘，拢是一贯道的道亲。哦，啊，这点嘛讲予咱了解。哎、啊、呦，信仰传法就是三宝心法，拄只另外报过观观用三宝，啊，这五字你若要了解，请你来求道，你就知啊。哦，甲你卖关子一个啦。哦，啊，这咱的修行就是主张讲无上殿，唔免坐禅，唔免透过什么磨练，啊，唔免断掉人世间的烦恼，只要你找十五有缘来修，你得了道，啊，得了道了，你找十五转来去当修行。拜拜，若有发挥，有工作，啊，转来听道理，修心养性，安就是咱的进步的目标。啊，一贯道，啊，共享，情靠什么来做情靠？情靠就是讲话要足清楚想的。所以未使讲机遇，未使讲歹话，未使骂人，未使讲入坑啊话迄款的，对啊，对，清口。啊，无若清口吼，若讲讲话啊，佫会使乌白讲的吼，按透早起洗嘴就是清口啊。但是恁早起有清口无？有无？无清口嘴就臭臭啊咧，哦，对无？是不是安尼？所以清口就讲讲出来，爱清，家里就爱清。哎，你那每日做事伫福州也好，伫任何一本经书讲，每日诸尊啊，将来不食众生肉，就是因为伊毋捌食过众生肉，所以一贯道的弟子大部分
大部分啊，拢是偏靠素食。但是这是有一段时间研究了，才让家己自由。其实在咱的道场吼，嘛无大家食菜啦，嘛无大家食素食啦，所以嘛免惊，因为素食这个问题，啊唔敢来求道，唔敢来进步，安尼嘛无理想。那么一贯道义往生的净土是弥勒净土，伊唔是弥陀净土，有咱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净土无相像，阿弥陀佛的净土伊修持较严谨。他严谨啊，哈，严谨就是讲爱足精神的，爱修得足好。阿弥勒净土透过弥勒佛的念修，透过咱的祖师的慈悲，透过咱祖师的弘扬台湾，会当较好、较好，会当较紧。所以弥勒净土目前为。Thank you.
台湾，我们讲到
以后我们讲说全世界讲名，不管外国的华侨，哪有听我名，你都无名字啊，你当我们叫叫名，真系叫人名啊。你们以后以后，很多人就会讲说，很多人都会讲说啊，但是政府管什么都叫，所以六十五岁以上就是慢性病人，爱留点单位种下。你留用感冒的无感冒同款，一般感冒是小毛病，留用感冒也打打一点多，所以真济人是真真是出什么毛病，但风险来健康的，这是留用感冒先知，治病先防病先知的，从前来健康，要不就慢性病啦，如果在后面有病，都会有先防病，一定唔是因为先防病，都会有来风险来健康。你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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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会当用烧麦啊，用烧麦啊，就讲等气温较湿了，可以上蛋。用个烧麦拢个简单，用三色，啊你看有两个颜色，啊加个面的面料，哦，咱大家看，地图的多块，哦，就出面皮嘛，啊面皮就个面料嘛，哦，你食这个吗？用用嘞，慢慢的看。用农业啊，环境啊，都会，那咱做生意，生意来就是做培训公司。
的嘛，更多宗教经理，咱大人就是什么病，咱大人就是没病，咱大人就是没病是养理，养理就是对。这养理就是吼，修炼到刚好就是咱自己没病，咱都快的，哦。空气变成个大，全家都吹着气，经理是几乎的。老板过来过来，我管教，跟他讲八句呀。我连班上讲这些，其他没有讲什么。我到今天，我到今天是啦，我到今天呢，我到今天是啦。啊，对哇，我买点运动啊，我准备运动。我礼拜五我当打红的，今但是我更需要运动，就是我在意什么嘛？我每天早上一点开始挂神经系统，好，关于系统我开始运动哦，它就有它，它那么它一点运动的时钟啊，你第一境界想去，能够运动的时钟，第一境界想去是多大？第一境界想去，这是来哦，好，咱会想起来哦。一定的氧气只有这样而已，八分之一的氧气而已，你无法度规个氧气整个肺中充满氧气。你看大学是哦，为甚物冷气工的人哦厉害的，我们政府冷气工的人规模了拢不好。因为你气，你冷气工的时阵，你的气一定要存到丹田。本宗哦，当冷气工，你的只要静静呼吸，越气就是一个来气存丹田，越气一个来爆发出来。如果你把冷气功功过来，竖了半个，竖了半个，安尼运动，安尼不叫冷气功，哦，安尼不叫冷气功，因为冷气功越气一个来爆发出来，为什么来爆发出来？因为你到丹田以后，你整个肺部充满氧气哦，那竖了越气，肺气包容。而且你佫会带动咱肝脏甲脾脏的血，可以多流成针。咱去看脾脏是肝肠脾肺，咱就比如讲，讲肝脏血、脾脏血，肝脏血、脾脏血。要去运动做解肥咯，点样做脂肪嘅增加？氧气，有啥气存丹田，是带动肝脏会及脾脏会有多量产生，可以细胞嘅活动率增进，可以细胞增长增进，可以免疫力抵抗力增进。运动是细胞嘅增长嘅增进，但是啊，是死亡会很快哦。细胞的脂肪嘛，有见哦。气功的细胞形状性脂肪嘛，而且练气功的人，伊是爱气存丹田，所以就吸气也是慢慢的，因为伊你练气功先一定爱练，你用你的意念哦，这气就吸吸吸吸，吸到丹田来，过的时候慢慢过，慢慢过。心脏病啊，病嘛，我本来会练气功，心脏跳跳跳起来，练气功了，心脏跳起来，达到一个，哎，好啊，好啊，为什么好？我如果跳跳跳跳起来，跳跳起来，跟管牙好，对啊，咱人啊，你分会丢，分爱归几大话。哦，龟子啊，为什么龟在哪里？龟又不会吃饭的呀？为什么到了几年了，它在上面里头在发光？要到啊，树苗发到地顶发大了。你看，树苗到顶，它不管是没放，你没放哈，形状不长大。所以练气功是一种天然的招，招好的方式。哦，叫做同
老年人这种人，他们认得不得华，并且他带过来，因为他们演戏中的是第八段上面，那个叫八条，他跳水的时候，因为演戏中不能跟这个人去打，你只要他是高级，他不是这个中间，你把这个戏呢跟不，其他不跟你们，我们老年人中的人就这样子，哦。所以演戏中不能跟人家摸打过来的，我叫机关。Thank you.
你不把钱赔了，你要赔多少钱？一点赔，好，以后他的赔付全部达成，好，就一定会缴资产到后来的赔付都达成，给办理他，然后就给他计划，他如今当时要赔多少钱？五亿，直接就是赔了钱交的钱，所以为了什么？用认知的呀，房子的呀，吼，就直接，不管是通好。过年过节阵，无得客，你衣裳穿个老，那是安尼个事。一时间头壳蛮烦，正想做人家西洋，学问他教我的教我，变啦，用英语就好啦，用大话就好啦。那你看嘛，政府嘛，他讲啥，咱大话就好。啊，那个国家只要政府他无好，他就他无方便啦，是嘛？他直接就伊来坐，坐安坐，安爸爸嘛，啊，嗯，安他安坐啦。我就想讲，讲啦，啦，最少打不死，还有还有地瓜，还有什么啊？所以呢，就提条嘢嚟，人工加提条，反正他安全，哦，反正他安全。咁佢就讲我啦，困唔太好，你就咪叫我先去，困眠先至唔好，所以困眠时间睇下多嘅，哦，困眠时间多，他可能就讲，然后会，那那些就怕就好啦，因为你不能一困嘅，哦，先至唔好啊，头发光光啊。我就是去挂道啦，吼啊，讲挂道啦，吼去上章，喺度讲啦，啊，所以用一三小点，可能之间啊，可能，那有咧讲句话啊，讲句话，讲主持人困袂着，他听你咧食波料，主持人是主持白一点甲一点，为什么讲主持人困袂着，他听食波料，因为主持是听大声。小弟是将个打将是正关键，打将是打只分离关键是促进正正大事大事的时阵，你是刚刚无用事业无用大事，政府拢已经产生这个速度啊！你唔行动，会进行个多余的支持，小弟一定要爱爱护，困了以后，你当研究出个你就解决，解决。促进咱个前进大事，互咱解读哦，三十分钟学较重要个，对咱身体有帮助。哦，所以看到三十分钟上啦，日夜颠倒啦，也关个大门无好啦，哦，关个大门无好，所以咱个困，一日咱到底上面就困。啊，但是吼，我只个人个方面较少啦。你讲咧，可能是点个问题啊？我只讲我有咩唔好睇啲啊？哦，不如跟其他人沟通，其他人问比较多啊。那所以我讲什么加工的什么，都是工业界我发现爱加工的，对啊，那无法讲啊，那这就是用高压工程的啊。不过来我们讲哦，那你停业啊，尽量停下来，哦，台湾这边大家停业了哦，两回，你看拢很平衡，不然免存管理啊，那存心管理啊，行了我们的老师行了无好势。挂到自销，还有什么好啊？还有什么好？而且吼，行路爱较细腻的，吼，啊，就是手机那方面，哦，拢有送，啊，爸爸，爸爸行啊，一步一步行，吼，咱讲，一包行，一包一包金砖嘛，对无？包包啊大呀，哦，啊，不过来我就讲，咱只啊，咱去满足点方法。我说这块板块1015人山人海，不像不几条几条的板，不然这空气品质坏，哦，这样看气无意义嘛。空气品质坏，说起来一样气，我就讲啊，我讲你的思想啊，不然这就是要思想。我甚至为了把红发，哦，为了吸引人潮，哇，这个太难包了，大家去了，那怎么看嘛？含包叫我叫红军去上高头去啦，上军队去上大学去挂到去，嘛是挂不来呀，嘛是挂不来。所以，咱这年轻人就是人多大，地多大，人便宜，他来中国来，他来咱这里中央的道场，从咱人这里，这么来啊，他说你能多大挂嘛？咱是咱兵嘛，咱兵兵就是咱兵兵嘛，大家地就互相包挂嘛，挂当前嘛，所以。你会觉得那你让他是小偷哦一段时间都过来好了说哪里出国那你去出国你去哪里你去那边去蹲
以咱尽量哦，尽量就是嘛，分摊较侪时阵，较无分量钱，尽量莫出外。若要出外，嘛莫单独甲你出，哦，上好是有厝诶人哦，为咱咱。不过这个叫注意这点哦，就讲老人不在公司里头，公司的这种点点上有特色啊。我一看做到这边哦，大家他叫你先出来，我讲。我当时就当打三十几岁吼，然后人看到钱，分数我就定去，我定去几多万块落去，卖下来。是惊你是社会主义，吼，本身家己嘛无注意，就容易走私，吼，就容易走私。所以吼，这方面嘛也要注意。不过就讲，咱生活环境，环境环境是怎好个啦？哦，空气品质好，所在宽，情况要侪，咱个住个环境环境宽。生活环境较好，空气较好，爱流通，经济爱上上，哦，咱的生活品质也好。如果住个单人房，太挤啊啦，住宅房啦，吼，你有一房的边啊，吵吵闹闹，咱身体精神的压力就大，生活品质就歹，生活品质压力方面就出来了，哦，方面就出来。其他方面吼，就讲承担任何哦，比如台湾大地震哦，啊啥哦，这种会造成咱心情上的哦的紧张哦，啊个家庭的健康哦，家庭安康，朋友不健康，朋友关系就恶嘛哦，自尊自由自尊咯，康叔讲唔怕受隔离的，康叔讲唔怕受隔离的，你就好过啦，你问题拢解决咯。我是要做个代志，我今天也做好好，麻烦搞不好我只能困过来，就替我，系嘛？所以康叔讲，唔单是对人家，咱大家都是面人，咱大家过好，惊你是谁，尽量卖去甲烦恼，卖去甲愁烦，哦，唔通讲为着家己，但是咱过度自伤，哦，情绪不安，就造成咱身体老化。所以咱平常要少，运动要调平，是要爱做，做好好。即下我同我听嚟咁笑，我讲佢哋啲嘢，哦，就温七提阿媽，問我阿媽點樣恢復，包扎佢，前幾日用，我坐喺啲軍官班咧，行四點鐘，即下我打針，誒阿媽都未真有，看電影，啊看戲劇，哦，那麼看咗咁耐，點解大家都？看了几个，这个订婚就好，就好，这皇帝还是老皇帝，老皇帝呐，好吧？你看赶快来，你看看皇帝，赶快来叫起来啊！他一直赶快的，要订婚哦，这就哦，外哦，这位大人他哦，爸爸哦，就喜欢老皇帝哦，就这种东西呢，搞他的哦，我老爸爸爱吃东西，要东西，一订婚就完了，订婚这个他那个会搞订婚金呢，哦。我那天算是太高，我那高算是上大，哦，我每年了解出来是滚啦。一三年吼，就上大是滚台湾泰国那来来去去，我过来台湾公司吼，是我过来搞不过，你搞什么鬼啊？轮椅啊，阿婆啦，我坐轮椅哦，那我卡呀、手呀，阿婆坐轮椅，对啊，那个鬼爸爸在那搞怪，搞怪都搞怪，我阿妈就是搞，你知道要讲这个事嘞？因为我阿妈身体非常的健康，伊叫咱个身体大道，伊嘛心灵上安慰。食得九十几岁啊，伊身体都足了，但小可我面拢感动。哦，我拢嘛大方啊，阿妈可以食饱哦，哦，好有气食饱哦。伊讲我较好有气，我哪办法好有气啊？哪好有气，今日是第好气啊！所以讲对这些人讲，天人大道，天人大道。Thank you.
你要把它放回去，很快。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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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一下
本儒家教科。好，欢迎不要谢谢安大人，谢谢大家的分享。安迪乐观的人民感受。哎，我会再见大家哈，我拍的。咱俩来加一加。我你刚开始就讲吼，我大概两只，刚刚饱了。只有你看的完，不可能。你去看喝，麻烦，到时再看这个。但是各位家庭大家，大家拢身体健康，哦，万事如意。但真正有需要，哦，你虽然烦恼，你一定要敲电话，先预约。朋友，今天请。